女生们呢，请看这爱安呢，啊，小鸟依人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有依靠的感觉。不是来帮单身嘉宾牵红线的吗？怎么主持人白冰冰自己选的？好开心！你今天你不能自己，没关系，我们两个凑。我两个有啊，有来哈。不是他节目《大政治大爆卦》选在爱河旁来宣传高雄的爱情产业链，不仅如此，还邀来神秘嘉宾。我爱红娘，我爱，但我爱红娘当年的 Part One 主持人是谁呢？是沈春华，还有天文众大哥。那最近高雄整个改变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啊？非常开心，我已经在高雄五六年了。高雄地灵人杰，醒歌精英前来居住，在爱河旁谈恋爱，配对成功率更是直线上升。哎呦，我刚刚 cancel 的注水箱后，哎呦哎哎哎哎，轩仁轩仁，你的姿势让人家遐想。随着互动越来越多，男女嘉宾越发热络。好有默契哦，也答对，手牵手。在天愿做比翼鸟。哎，你们刚刚为什么你们会抬右腿？比翼鸟，在天愿做比翼鸟，一定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跟着姐飞啊。那这是打鹤拳。对，他们是这样。独立。对啊。哎，搞不好这对去结婚呢，搞不好哦，别拜哦啊。天气好，风景美，高雄力拼爱情产业，这次在爱河旁玩起配对游戏，不仅一对对嘉宾，周围都冒出粉红色泡泡，连主持人都直呼真的要坠入爱河了。记者杨芷玉高雄报道。